大家还记得这个房间吗？我们之前改造的一个门房，想着开业之后呢，大家都在这个地方办理登记入住，结果从去年开业之后，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到这个地方办理登记入住了，所以现在这个房子呢就完全被闲置了啊。现在这个房间全是堆的杂物工具，乱七八糟的，所以我们打算把它弄成一个实用的茶室吧，然后我们先去找材料给它做一个茶几。去年冬天我和老王在河里面搬回来的，非常的沉，然后造型也很漂亮，我们用它做腿吧。腿儿有了，现在就插个面了啊。哎，老唐今天应该不在家吧？嗯，好像。好了，材料齐了，咱们开始整吧。哎呀，这一头我们搞个圆洞，把这个木头穿进去当腿儿啊。跟树搓脚之间算吗？来，飞儿来，多做了一杯咖啡，每次直接给你解决了。哎，每天比划一杯咖啡呀。今天这个比昨天那个稍微苦一点点。本来昨天晚上就把那个门板磨完了的，结果这个玩意儿磨片坏了，扳手都掰弯了都没打开，我这会儿再试一下看能打开不。门口你睁不开，这儿就睁不开。睁不开，下次招认你了，是吧？这打不开了，打不开了。嗯，还能这样开？这坏的吗？那啥坏了？我脚把都坏了嘛。这个槽必须要套到这位置，你看它就不转了。好，多少钱？20万的。全部15万。15万按生活费的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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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们又弄个什么新东西啊？做了个茶几嘛。茶几啊，看着像个门板啊。对，这是门板进货市场淘来的。进货市场淘的。对。哎呀，越来越有创意了，动手能力越来越强了。好，好，有空过来喝茶。好好好。哎，想想我们当年的山上那个
个青楼，这也比那个不是一个档次呀。青山几古家，诗酒陈年怀。好诗，好诗啊！烤两个面包。看起来有点厚，还可以。晚熟一点呢。面早做完啥？中午做吧，吃了饭中了。什么饭？这时候大家肯定边忙边早点去赶上，下一期视频都下来了。坚信啊，这一回。